那看这生意好不好做嘛？咱哪怕是摆个地摊摊儿的这种，多久往那儿的这种，晓得吗？嗯。叔叔，你那石锅啥子味道啊？我上给你拿的，已经不拿了嘛。好。妈妈，我们在这儿卖，晚上没有去大市市场吗？可以啊，今天卖完了都好几串了。你数着零的，我给数着根的哈。我这儿130，你那好多？35。107了。对，剩了我看下手机头的嘛。现在我给你加嘛，你给我报数字。118。171。然后83。83。162。162。然后231，然后161。最后一天是69。我给你加了一下，这是算的你的人子了哈。桌子我给你买两张，加200。我一个暑假我还亏呀几百。这生意做的有点可以、好，我跟你说桌子算，来，我再给你减去200的桌子。妈妈，还有那个漆还没有算。我说要算上去的话，我跟你说你两姊妹就是纯亏，晓得不？没得关系的，赚到套家具了嘛，家具下次还可以用。是你放寒假又继续去买。天哪！哎，算了如何嘛？一，哦哟，是不出我的灶那些的话噻，那还剩了800+哟。还是可以，100+我请你吃东西。我想吃海鲜大餐。想多呀你吃。可以，你想吃啥子？我想吃钵钵鸡。你想吃钵钵鸡啊？你舅妈是干啥的？拍钵钵鸡的。卖钵钵鸡的。你舅舅是干啥子的？舅舅是干什么的？卖猪肉的，卖猪肉的。回答正确，加10分。好，老弟，妹妹想吃海鲜，我就安排点就是钵钵鸡，将就你这100+好不好？关机这点生怕不是100+哦。是100+哦，100+往上点儿。这娃儿好要读书了，咱都喜欢吃嘛，都弄给他吃嘛。是老妈，我给你吃不辣的钵钵鸡吗？可以呀，舅妈给你泡不辣的啊。好，来把扇背出去，把这蛏子捞出来。这个端过去，端过去跑去吃饭了。这还有一勺鸡，我当盆盆。这两天泡个香辣，泡个藤椒。这藤椒是不辣的，小娃儿喜欢吃。先把辣的泡起下来，这调味粉加进去。再加那个2斤半的开水，再把这调味粉搅拌融化。这藤椒油，这藤椒呢，还是把这调味粉倒进去。这还是加个2斤半的开水，这调味粉搅拌融化就可以泡菜了。这鸡爪是该泡几个？再把这个海鲜泡进去，这再泡点虾那些在这个海椒里头。好，给它留点儿毛肚鸡脚，这香菱卷儿，再来点其他素菜。好，吃啊，有加，泡个10来分钟都可以了。可以吃钵钵鸡了，吃饭了。人家看这大菜是包着葱卖烤墙的哈，大家多吃点啦。人家旁边有猪蹄的哟，还好，这猪蹄很安逸。妈，你煮的太好吃了。我煮的太好吃了呀，二哈不要收回来，就没有煮给你吃哈，好不好？嗯。王爷，你滴点大，不准把风他摸个嘴巴高，听到没有？来，黄子谦，你还是帮我烧两天，多吃点。谢谢。不用谢。我还是多辛苦，每天给你拖家具，有心你没收你的。我跟你说一下，金板是哪子的？今天视频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桃子姐。